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世界大赛第七站，太空人开路先锋春田哥史普林格 George Springer 敲出该系列赛的第五轰，追平1977年的杰克森 Reggie Jackson 和2009年阿特利 Chase Utley 所保持的世界大赛最多轰纪录。史普林格二局上炮轰道奇先发投手达比修友，敲出一发两分炮，也把达比修友打退场，这是他在世界大赛的第五轰，连四场开轰，暌违八年再度有人完成追平世界大赛最多轰的壮举。他该系列战至今敲出八支长打，也写下世界大赛新纪录。此外，史普林格前四发都是追平和超前比分的全垒打，成为继1972年 Gene Tinase 之后第二人。史普林格敲出并列世界大赛最多五轰纪录。法新社。